国宝集团总裁朱国龙弃保5亿多元搭游艇潜逃菲律宾，而调查局已经将他列为外逃的要犯，也护照已经遭到注销及废止。分案追查当初协助朱国龙潜逃的共犯。台北地检署26号。 指挥警方展开5路搜索，而约谈朱国荣小女友萱萱的家人等9人，今天凌晨分别谕令8人以1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来交保。 九名被告分别是船长钟明华、担任船员的钟明华儿子钟家荣、钟家问、朱国荣的女秘书曾子玉。 曾与朱国荣一同卷入炒股案的松冈数位文创监察人林玉芬、林玉芬的外籍丈夫夏本杰，以及帮朱国荣产下一子、年仅30岁的小女友萱萱的父亲陈泰寿、母亲蔡宜玲、哥哥陈伟士等家人。昨天晚上至今天凌晨，检方漏夜讯问后，钟明华以30万元交保，钟家问、钟家荣各10万元交保，曾子玉以60万元。 交保，而林玉芬80万元交保，萱萱父亲陈泰寿10万元、100万元来交保，而母亲蔡依林与哥哥陈伟各是20万元来交保，而夏本杰则限制出境与出海，8名交保被告也一并限制出境与出海。 接着带大家持续来关注这个彰化深港乡出车祸的3姐弟的身体状况。3姐弟呢是在22号晚间过马路的时候呢，遭到无照的74岁萧姓男子给开车撞飞，其中10岁的姐姐跟9岁的妹妹当场脑部重创，重度昏迷，到现在都还在抢救当中。而今天院方也出面说明了姐妹俩的最新状况，目前昏迷指数仍然只有3。 彰化县深港乡3姐弟22日晚间过斑马线时，遭无照的74岁萧姓男子开车撞飞。近日院方说明姐妹俩最新状况，昏迷指数依旧是3，状况与昨日相同。彰化家扶中心主任王正光说明，由于3姐弟列为中低收入户家庭，受到彰化家扶中心扶助已经2年了，孩子们都会积极参与中心所举办的课辅或是才艺班。照片中可看出，姐妹俩在参与各式活动时也都非常专注。 乐在其中。好，接下来看到这则新闻也是相当的震撼人心，因为这一名18岁的高中生呢，他24号上午8点的时候，在台铁的板桥站看到一名76岁的妇人因为站不稳而落轨了，他立即跳下去来救人，30秒后火车就进来了，所幸2个人都在安全地带有惊无险的逃过一劫。 高中生见老妇跌落铁轨，二话不说，英勇跳下去救人。这起惊悚意外发生在台铁板桥站。日前，这名永平高中18岁的李姓男学生看见一名76岁的妇人没有站稳，不小心从月台摔下轨道。他想都没想，便立刻跳下去救人。30秒后，火车就进来了。所幸李同学成功救援老妇，2人逃过一劫，双双平安。 对此，永平高中表示很开心，也很荣幸，品格教育有落实在学生身上。学务主任黄如明也指出，李同学平常上课认真，为人也很客气，不过也希望李同学多顾虑自己的安全。至于奖励的部分，校方最后会给李同学一只小弓作为奖励。远警抵达现场，该妇人已由现场旅客先行带至2轨与3轨中间。 列车进站时，司机员预防性刹停，未影响列车行车安全。警方调阅监视器，排除外力影响，后续依违反铁路法，函移主管机关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虽然说校方严厉要对这一名学生给记功奖励，不过呢，台铁还是要呼吁大家，当你遇到类似的状况的话，不要像这个高中生一样立刻跳下去，因为很有可能自己也会遇到危险。当下的第一时间呢，应该是要立刻来通知站务人员，他们不鼓励自己跳下去救人，以免发生危险。那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啊，其实台铁啊，它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这种围栏，像是台北捷运一样会有一个栅栏嘛，所以其实现在呢，台铁他们也正在研拟说，是不是未来有设置这个月台门的可能性。那目前啊，他们是预计说将会在高雄车站先来试办，可能在12月底前哦，大家在高雄搭台铁的时候就会发现，哎，高雄的这个台铁车站啊，上面是这个有月台门的，就可以预防民众会不小心掉下去了，避免危险了。没有错。接下来呢，同样是跟交通相关的事故，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中市西屯区在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超贵的车祸，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台贵桑桑的车？这是有一名张姓男子啊，他就驾驶着要价1700万元左右的迈拉伦啊，当时呢他是沿着台74线下匝道之后呢，他在直行车道是违规左转，结果呢就跟另外一台在这个左转的车道要汇入环中路快车道的邻致，两台车直接当场互撞。不过警方后来表示，其实是这2名驾驶都没有依照标线行驶。 台中市西屯区26日下午发生一起超贵车祸，一名张男驾驶要价1700万左右的迈拉伦，沿台74线下匝道后，在直行车道违规左转，与另台在左转道要汇入环中路快车道的邻致互撞。警方表示，两驾驶均未依标线行驶。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新北市板桥分局一名潘姓员警执勤的时候常常出状况，取缔还会挑衅民众，也曾用过激的手段执法逮捕一名酒驾的民众，却以自己100公斤的体重用臀部重压在民众的颈部，而经法院判处4个月的徒刑，可1颗罚金。因为屡屡出状况，板桥分局将他立即调离现职外，并列为优先汰除的名单。 你赶快移动哦！单子可以给我一张。您刚已经说拒签收，都全程录音了。你现在要移动吗？问您最后一次，3、2，不是你单子给我吗？单子啊，你到底要怎样呢？奇怪了。哦，那这是您第2次违规。那你那单子给我，你不给我，我怎么弄呢？我问你，先生好，怎么？我是等排队的，刚好要走了。可是不能边开车边用手机哦。我知道你刚刚有移动，可是你不能一手拿着手机，然后一手用方向盘，这样是不对的。我要走了啦。先生，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哈？你开啊！你确定你不知道哈？新北市板桥分局一名潘姓警员执勤时常出现状况，取缔还会挑衅民众，让民众失去理智，暴走吃上妨害公务官司，也曾用过激手段执法。 曾因逮捕一名酒驾民众，却以自己上百公斤的体重，用臀部重压在民众颈部，还不断来回摩擦，造成民众脸部擦挫伤。经法院裁定判刑确定后，赔偿30万元。今年1月份时，一名男子开车停在路旁打双黄灯，等待停车格时并查看手机，而潘员对其连续开出玩手机，并排停车罚单。发生争执后，又以妨害公务将对方送办。 但经申诉后全部撤销。潘姓员警2月份又乱开酒驾单据，遭到分局督察组发现查办。板桥分局长陈宇环强调，将秉持着不避纵、不掩饰态度调查此事。而分局已启动调查，于笔录制作完成后，将潘姓员警依法移送至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潘员在执行本案9册取缔过程违反相关作业规定，又拒不配合机关调查。 板桥分局将于调查后核予记过处分，并调离现职，未来列入优先汰除对象。好，接下来看到桃园出现一名恐怖的女房客，她在成都的透天厝内饲养了数10只的猫狗，不但常常被邻居来投诉猫狗的叫声扰人，更因为租屋内堆积的大量的垃圾，散发了恶臭，惹人厌。直到租约到期，女房东的孙女进屋查看，竟然发现屋内有数10具被饿死的 猫狗尸骨。由于李姓女子近2、3年来屡屡致欠房租，房东虽然多次前往屋子找寻，都无法找到她。半年后联络上，李姓女子一样无法偿还房租，她以罹癌住院或住在他处，没有住在这间房子等借口，拒绝房东孙女钟小姐查看屋内的状况。而直到今年2月24号租约到期后，在李姓女子同意下进入屋内， 才发现屋内堆满垃圾，而且有10几只的猫狗尸体。当天通报动保处带回猫狗，桃园市府动保处表示，据饲主表示都是饿死的，但因数量庞大，确切死因仍要进一步查证。已带回几乎风干的猫狗尸体送专业的单位解剖，而进一步确认是否有毒物的反应。同时在相关调查后，依违反动物保育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